看红果果亲子游戏，今天我们给小朋友带来了小猪佩奇异界积木玩。我们要拼装的是小猪佩奇家的豪华建筑，这是建筑物的外观，这是建筑物的里面，里面有床还有家电。赶快把积木拆出来给小朋友玩一玩。包装里面有猪妈妈、佩奇，还有贴纸，还有拼装说明书，一共有12个步骤就可以完成积木啦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组装佩奇家的豪华建筑物吧。
积木平衡好啦，佩奇家的建筑物好大好豪华呀。上面一层是卧室，有床，下面有家电。看看房子的背面，房子正面有三扇窗户，有花有草。猪妈妈来了，佩奇快来帮妈妈种花呀。哇，好漂亮好香的花呀，我喜欢闻花香。嗯，太香了，太好闻了。小朋友喜欢佩奇的家吗？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，记得下次收看我，拜拜。